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台中荣总复健科陈彦文技术主任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头颈部癌症的复健运动。头颈部的癌症复健运动，第一个部分，肩颈部的关节活动。上斜方肌伸展，将头往右侧弯，手放于头顶，轻轻向压，维持五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重复5到10次。向左侧弯，手放于头顶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重复5到10次。胸锁乳突肌伸展，将头往右侧偏移，眼睛往左上方看，手放于头顶。轻轻下压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。将头往左侧偏移，眼睛往右上方看，手放于头顶。轻轻下压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，放松，重复5到10次。提肩胛肌伸展，眼睛往右下方看，手放于头顶，轻轻下压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。眼睛往左下方看，手放于头顶，轻轻下压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，重复5到10次。胸大肌伸展运动，左前臂贴于墙面上，手肘和肩关节呈90度，脚呈弓箭步，身体向前位移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。右侧，右手贴于墙面上，手肘和肩关节呈90度。脚呈弓箭步，身体向前位移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，重复5到10次。活化肩部肌肉，手放于身体两侧，肩关节顺时钟旋转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，逆时针旋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，重复5到10次。颈部主动运动，颈部向前弯曲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
四、五，放松，向后伸展，维持五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，向右侧弯，维持五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，向左侧弯，维持五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，重复5到10次。肩关节上抬外展，将手放于身体两旁，上抬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，外展，维持5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放松，重复5到10次。